罗可嘉竟为了这个男人登入了天赐大号。罗可嘉趁天赐在睡觉，竟登入天赐账号发布视频：大家好，我是罗可嘉，趁天赐还在睡觉，这几天他一直在为一件事情发愁。原来天赐这几天一直在为一件事发愁，人都神叨叨的。罗姐表示，不就是要和他粉了10年的偶像杨宗纬打游戏吗？有什么的呀？原来天赐怕没人来看偶像，爱次会很没面子。现在罗姐带头冲锋了，2月9号晚9点，一起来看天赐和杨宗纬啊！